新北市教育局进行在三浦高中办理107学年度国民教育辅导团授证和自称优良学员的表扬典礼，由局长林奕华亲自为570位授证，希望因翻转教育现场，培育未来人才。107学年度国民教育辅导团设立高中和国小各一个中心学校，其中有134位校长和2校校辅导团员，毛570位，是这七年来人数上多。让新北市是如此的多元化，我们能够让他感觉到新北教育的满意，我必须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所以首先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校长、所有老师，大家在第一线，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这样子不断的向前迈进的一个最大的教育动力。新北市特别设置国民教育辅导团，透过公开竞选，招募专业够热心的老师，开发多元的教学课程，同时也希望为新课纲做好准备。新北教育耶！新北教育欢歌叫！活动上除了为570位的团员授证，也特别颁发19位自称优良团员的奖项。希望大家都可以自我精进，翻转教育的现场，培育更多未来人才。记者彭建凯、林金如三重采访报道。